在还没正式练习时，所谓团员先做暖身。伊是吉林民间乡新民村新民政高队成员，伊今日专工登来社区练习拍鼓。民间乡新民村新民政高队伫民国九十年成立至今，已经有十多年时间。当初成立政高队是希望会当伫旧址地当后来带动到地方活力，因此就请到九天民俗技艺团来指导。想袂到现在政高队是全村上有规模队伍。我们新民社区战鼓镇啊，主要是在九二一地震之后，那因为我们社区的一些年长的人，他觉得社区比较没有活力，所以他们就是决定说，那成立一个比较有活力，可以老中少都来参与的一个社团。那本来是也有人提议国乐团，可是他们觉得国乐团属于比较安静的社团，所以后来听到有鼓队的表演，他就决定去请老师来，然后教我们社区的民众一起去打鼓。走。当初政高队成立，拢是前来婆婆妈妈加入。后来因为练习的过程实在是伤忝，就来退出。因此，有一挂家长带了厝内底囡仔来加入，这阵囡仔算是愈练愈有兴趣。经过十多年时间，当初因只是国小学生囡仔，现在拢已经是青少年。因有完的固定时间等来练习，伊希望会当借由政高队将社区推广出去。就有空，只要有一出团，时间配合上就出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热忱？就兴趣啊，而且说兴趣跟一个热忱，就是说我想把鼓表现给大家看，把新民社区推展出去。朋友这样子出去表演，那种快乐感就真的是在打鼓上面以鼓会友。对啊，就然后就很快乐，就觉得旁边都是朋友，这样子一起享受这个快乐时光，就真的很棒，超棒的，很快乐啊。因为大家都有时候像我们那时候还小，啊不懂啊，就是这样团体生活。然后后来慢慢比较大，像我们就是几个比较大的，有时候会一起骑车出去玩，就是还蛮快乐。新民政高队常常拢会四界去表演，参就是文化局所举办的活动，因都是上好的表演团体。这阵青少年精彩演出是大大受到郭凯坤顶。记者陈婷采访报道。